我们这次人比较多，八个人，然后我们在走位的时候就很容易走位迷路，或是不小心踢到别人。像我已经不小心伤到两个成员，对，两个不同成员哦，两个都已经伤到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没有来，在医院。没，还有来。他是伤到你哪里？头部，到现在还在痛。哦，我们有个动作是我要抬，跟莉安一起摸住莉安的脚。OK， 对，莉安的戏很多哦。打呀，那动作怎么就导致我有点淤青？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练习都难免嘛。这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练习，对不对？